接下来带您一起来参访位于云林的佛心园讲堂。位于北港的佛心园讲堂由金刚上师发心创建，以弘扬孝道为本，勉励大家重视伦理，倡导佛家的因果观，将毕生所学与一切的资粮用于弘法利身。佛心园讲堂在民国六十几年，我因为从北部调到南部之后，我就想哪一天我一年我要一个小小的共自修佛堂、哦、那个时候正好标了一点钱，就买了一点小土地，因为一个这个公务员啊，老师啊，我也不喜欢去向人家去补习，赚了好多钱，我就天天教书看书守规矩，只有说乖乖的自己自修，所以才有这个因缘建这个佛堂，到现在还是小小的一间、哦、但是好运就是有好多朋友，他知道我平时用功啦、看书啦、佛的经典啦都看，所以他们就说啊，你怎么不建一个来共修的地方呢？才慢慢，原来才十几平大，慢慢才有这么宽大这样。现在的人懂得老实念佛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自己只要有信心和意志力，愿意替自己下定决心，一心念佛，恒心不变，只要能够一心一意，自然能够获得佛菩萨的加持。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云林采访报道。